哦，白鸽这白鸽这鸽老鸽石燕哦，石燕就是这玩意儿，石头燕子，那估计是个燕子呀。老说实验，不知道他说的是啥。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普通话还是粤语了。因为我听粤语听普通话都听得懂，但是呢，就是那种听粤语吧，就是半听得懂半听不懂的那种，就是就常用的，我知道是什么的，我都能直接无缝衔接对过来了。但是那种就是我本身不知道它是个啥的东西，我听起来就是晕晕乎乎的，我就很难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就你跟我说白酒，我就知道你在说啤酒。但是呢，你在说一个，比如说像实验啊什么这些东西，我本身就我听出来实验了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的那种，我就晕晕乎乎的，我就不知道我听到的是个啥，是粤语还是普通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听的是啥。就对于我来说，就像你音译了一个外文单词一样。